转轨的重要时刻，不要再让国民党的县市首长继续拖延这个上路的时程。我们希望国土计划在明年的五月可以正式的如期上路。哦，那这个时间其实不是我们在强求哦，而是它其实已经从2015年修法到现在延期过一次了。哦，那上一次的延期原因就是希望有更多的社会沟通，有更多的制度配套可以上路。哦，全部都是国民党执政的县市一直没有去缴交这个功能分区的图。哦，那最离谱的是，或是让我们最遗憾的事情是，上礼拜还有22个民进党的委员也召开了一个记者会，对于错误的资讯，对国土法的错误理解，开了一场记者会，试图让我们的选民，让我们在选区里面的农民感到恐慌，感到紧张。我很多很多的地方都已经有在想要在明年的国土计划实施之前抢先进行压线变更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前一阵子新闻上面已经有提到说，花莲的七星潭沿线有7家的观光旅馆要提出这样子的变更，大型度假村要提出这样的变更案。在更早之前就已经有台中的大肚山有2个有关于温泉豪野观光酒店这样的开发案，他们其实都是期待说，哎，的确区域计划法就给我开了这样子的大门啊，我何不继续这样子在农地上面滥垦滥伐，反正这个是合法的，那我就是在这个变成不行之前，我赶快再来抢建一波。请问这个是我们想要看到的结果吗？在花莲七星潭的这个海岸线的开发案，就是有整个7个还是8个的这个饭店变更案要盖在农地上面。哦，那花莲县政府其实也就是想要在这个时间点去压线，去做这个土地的变更、饭店开发案的核准。那我们也都知道，花莲是刚经过一个地震，现在正在复苏的过程，然后我们的观光产业还必须要靠观光署的补助才有办法撑下去。哦，怎么可能会有8个饭店，而且都是18层楼、15层楼这样子等级的非常非常多间的饭店正在审议中，怎么会有这种市场需求？哦，这无疑就是要抢建。国土计划一天不上路，我们就会一天继续陷在区域计划法里面没有管理的状况，随时可以允许个案变更的状况，永远的允许农地经营继续破碎化，农地的租金、农地的地价高到让那些真心想务农的人没有办法租得起、没有办法买得到的情况。这种最荒谬的情况其实跟云林县长张立善所说的他要捍卫农业权是正好相反的状况。大家可能会很搞不清楚我们到底为什么要来要求国土计划如期上路，看起来国土计划好像会让很多农地流失。哦，那我要跟大家说明的就是，其实如果未来发展地区它其实是规划20年内要去使用它，如果每5年的国土计划通盘检讨一次，发现这个地方政府显然没有机会开发这里，它是可以把这个未来发展地区或者是划到城乡发展地区但没有开发的土地划回农业发展地区的。我们在现在的区域计划，这个用了50年的区域计划，我们发现一旦农地变更成可以建筑的用地，我们就变不回去了。哦，因为变回去就会是影响本来这些地主的权益的。但是在国土计划，我们会发现如果这个地方政府这个开发的单位他们不希望或者是没有能力继续开发这一块农地的话，它是可以回到农业发展地区的。哦，这是这个制度上最重要最重要的变革，也是它有弹性的地方。